来臭地门，几天不见，甚是想念啊！你没有看错，这是一个来自于2015年的素材啊。那会儿的我刚满18岁啊，但你们可发现啊，那个时候啊，我就是一个多动症玩家啊，喜欢跳来跳去的。哎呀，啊，您已被拿了吧，弟弟？这他妈也能空着啊！我操啊！原来空着的话是从以前就有的事情啊。那么但是话，咱们是一个蓝精灵班比，兄弟们啊，你看这老手模，你看这老手模和这种蓝精灵的跳跃高度啊，和这种速度啊，快的飞起啊啊！点点啊，弟弟啊，点够没？啊，还有一个小萌新闹塔莎，别跑！怎么点我一下啊？继续点点啊！哪里被你变进管道啊？对吧？看看曾经的蓝精灵芭比兄弟们，还曾经的老手模，以及没有像他们这种什么自瞄减速垃圾神器的年代是多么的好玩啊！南瓜的气息还被堵了，哎，堵得好呀！哇，还是 DJ 那种啊 ，DJ 那种啊，一圈不开是吧？你小子别跑，绝拉德啊，原皮绝拉德，啊，真是好强呀，兄弟们！那么还剩一个载种啊，不知道躲哪儿去了，会在管道里面躲着吧啊！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对吧？曾经的蓝精灵斑比啊，对，顺便说一下啊，我的斑比啊，当时是刷到全 LV 5的 LV 5啊，领主状态一台只有16000的血啊，等于现在的刺激斑比，知道吧？那时候还有很多大飞玩家，哎呀，这把是6个杆的 MVP SU， 哎，怎么还有人踢人呀？我靠，对味儿了啊！那这样的话，咱们继续买这个 DJ 啊。在2015年啊，我就已经是一个四件套载，不对，是一个五神器载种，知道吧？啊，那时候《生化3》里面主要还是龙炮电锯啊主宰啊，像什么屎盆子啊、海环这种东西的话，是管道图用的比较多一点啊。还把我给挤下去，真是啊，小崽子！哎呀，挂机的你已背了啊！来甩飞，那都是我的。哎，他妈甩哪儿去啊？甩大桥上面去了啊！但是的话，生化三进行一波小改版啊，就是僵尸啊打死之后啊，非爆头击杀也是可以拿分的啊。所以这个电锯的话，比起龙炮来说，可以一直刷分啊。哎，他妈两个在挂机吗？啊？哇，挂机挂型是吧？啊，开了一波都 BB 啊！Headshot， 来 double kill， 看电影去吧，老弟啊！当时的话啊，没有无限复活这种东西啊，更没有什么对吧？黄金时间啊，不能爆头击杀这种说法啊！哎，死就死了，看你能把电影打。这样的话，僵尸被秒的差不多了啊！所以以前的话，这游戏也是有弊端的啊，就是什么开局的话僵尸太少啊，被秒完之后就胜利了啊，也没啥意思啊。所以这游戏嘛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灌肝对吧？啊，就从他妈出了龙炮之后开始灌肝了。战性时代的话，其实也是可以抓的啊。那龙炮的话，那是直接秒完啊，开局就直接秒，秒之后的话就坚持找不到啊。咱们去这个室内看一下，还有个小斑比不知道躲哪去啊，能躲起来阴人啊。掏出我们的老火机金红双膝啊，这把武器你们啊，从2010年问世至今啊，依然还是存在感很高的一把副武器，知道吧？太经典了，这个双枪，我操！在管道里面呀，哦，管道口子那阴人呢啊！来，弟弟，我过来锯你了！妈的，有小白在这儿啊，咱们从另外口子过去。嗯，那没事了。好像又抓了一波人啊！这是什么？哦，小斑比，好，点住！我操！你妈的呀，真的是牛逼啊！哪里吧，弟弟呀、啊？好，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，毕竟我就是一名僵尸玩家，对吧？啊，那么看曾经啊，兄弟们啊，曾经的 KZ 玩家是多么的恐怖啊！不要现在对吧？啊，你 KZ 玩家真是屁用没有啊！我自瞄武器把你打趴下啊！哪里吧？有点东西的电锯绝拉德，不过他马上进化了，他秒不掉我们。好，咱们对吧？啊，回旋拉一下，再拉一下啊，拿来吧，弟弟啊！这就是蓝精灵的力量，兄弟们，对吧？跳的老他妈高了啊，细数啊。其实当时的话，电锯啊，他右键甩你啊是甩不死啊，怕的什么？怕是左键粘着你锯啊，就很容易打成对了啊。
因为咱们蓝精灵坑进去很高才能啊，你怎么打我的话我血都不带掉的啊。但龙炮还是无脑了一点啊，咱们来个滑扑啊，南瓜南瓜，哎，苍蝇脑啊，不是南瓜啊，南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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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气息，他妈居然还卡住了，我操，那没事儿吗？哎呀，你看兄弟们啊，什么叫僵尸玩家？这就是僵尸玩家，知道吧？只要我变了啊，就是你能变起来，拿来吧，弟弟。哦呀，还他妈有人闪光弹呢啊，牛逼的啊！哎呀，蓝色大飞，你们蓝大飞，我操啊！别跑，老弟，别跑，别跑，别跑，看到没有啊？这种 KZ 芭比的压迫感，知道吧？啊，已经没有，知道吧？已经没有了，不存在了。现在他妈全是自瞄武器，对吧？现在狗他妈能点中啊！所以 KZ 的话，真是没啥卵用啊，没啥卵用。但还是有差别的啊！你会 KZ 和不会 KZ 的话，体验是完全不同的啊。哎，老弟，真管道啊！那个时候啊，是一个僵尸碾压人类的时代啊，哪像现在，对吧？操，没时间，这把是两 K 间七感染啊，又是干的 MVP as usual。好，咱们买这个电锯啊，喷一下这个黑丝眼镜娘喷漆，对吧？啊，这个喷漆如果你知道的话，那么你一定玩的游戏超过10年以上，好吧？但是的话，获取方式也是比较麻烦的啊，是好像是09年的情人节吧？啊，哎，你需要买那些女角色之后才能获得这个喷漆啊。这个女的话叫陈伟还是陈毅来着？我忘记掉了啊，是第一个催你的 coser 啊。但是话，他这 cos 照非常的出圈啊，而且那个时候咱们黑的人啊，还是我们的年宝，知道吗？哎，年宝求神器，年宝求金勋。当时的话 ，CSOM 的产品经理啊，还不是陆毅啊，是那个陈天正啊。后面的话是这个钟声啊。我们的陆毅的话，在那个时候啊，可能只是个小职员啊，是一个小卡拉咪。他从陆毅变成陆曲，那就是后面的事儿啊，包括但不限于修复斧头 bug。修复雪弟子不加怒气的 bug， 我差点笑出了声啊！那么这把有点小自闭啊，僵尸开局被秒了一波，但是还是抓起来了啊！看你们有没有机会把我给抓了，对吧？啊，我就是僵尸的希望呢，好一个男妈妈的，哎，聚一波，聚一波，都不带怕的，都不带怕的，直接聚死啊！18岁的我无所畏惧啊，咱们都不说别的啊，哎，就光凭这个反应的速度啊，都和现在不是一个水平，知道吗？像我的时候，僵尸走我脸上，我反应不过来的啊，没办法。年纪大了啊，你看啊，咱们一把电锯啊，挑两个小单笔啊啊，来来来啊，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，开六不多 BB 啊啊，甩死一个，你跳你妈，你跳你妈 BB 真的是啊，五都不带开，知道吧啊，那时候还没有无双这种东西啊，对吧？五都不带开的兄弟们啊，这就是一种自信，回不去啊，哎，真的，其实你可以想到，像这种 FPS 游戏啊，越年轻的人他反应速度越快啊，意识越好啊，你可以看一下现在音书，知道吧啊？哎，他妈那种死了妈的负点贴脸上刷，他妈他能反应过来啊？无声的按得出来，像我的话反应不过来，按不出来。所以这个人啊，还是不得不服老，知道吧？那么咱们秒一波之后啊，僵尸又只剩一只了。哎呀，继续看电影啊！啊，发现一只又白胖的大肥啊！当时的大肥玩家还是挺多的啊，因为他们不会 KZ 嘛，对吧？啊，然后又怕被秒，所以刷个蓝大肥啊，也是秒不掉的啊，非常牛逼。谁他妈那么没素质啊！乱扔闪光弹啊！他走哪儿来了？真的是我操！当时的补给箱啊，闪光和烟雾还没有删除啊，就很多那种死了妈的挂逼啊，整把往后方里面丢烟雾弹啊，丢闪光弹啊，他妈白一整把，真的是玩的很难受啊！好，大伟的话被击杀掉了，这样的话是3K 杀敌的 MVP。然后你们也由此可见啊，当时的生化三的话，其实很多弊端的啊，对吧？首先是开局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僵尸啊。其次，没有无限复活这种说法啊。开局如果被秒的话，就看你整把的电影啊，就很难受。但同时，也有个很牛逼的东西是什么呢啊？如果你技术够硬，知道吧？哎，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扭转战局。而兄弟们啊，毫不夸张的说啊，哪怕僵尸被秒的只剩下我一个啊，我依然有能力啊，凭我一己之力啊，重新抓起来啊。这不是吹牛逼啊，因为有两个现实因素。首先，人类的武器没有自瞄。没有自瞄，没有自瞄，好吧，是需要瞄准的。其次 ，KZ 玩家搭配蓝精灵僵尸，真的是所向披靡啊！哎，给我下去吧，弟！我操，蓝精灵女王的话要小心一点啊！哎，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啊？曾经女王的话，她的武剑是打针，技剑是叫做羽化的技能啊，是要给自己的手臂打一针啊。可能那个针的话，那个动作不太好啊，所以被后面被和谐掉了。而且我清楚的记得啊，蓝精灵女王羽化之后啊。不需要加兽炉，可以直接跳管道的后面啊，非常恐怖。
哎甩，哎打针打到打到啊，打到气不气弟弟来。但是话女王每局针打一次针啊，所以没有任何的威胁可言，过来跟我比划比划，那小反比啊。这么不是送的是吧？看这不都被毙吗？直接巨死巨死 ，double kill， 来个 triple kill， 我操，够本啊兄弟们！这要升嘛三嘛？哦喂，哦呀，甩死！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要玩电锯了？电锯的话可以一直刷分呀，比龙炮刷分效率要高啊！啊，来锯，猛猛锯！我操，紫色的士气你们，紫色士气啊！但是话还是一点肉的真是。表哥，哎，还有个蓝色大肥下去吧，蓝色大肥，哦呀，哎，但是话就是大肥是咱们不要去的啊，打不死啊，打不死，所以咱们把它甩下去啊，甩下去，臭大肥，甩下去，甩下去，甩不下去，但是牛逼啊，你别点了，别点了，这个憨皮多米尼克真是，哎呀，服了，快跑快跑，哎，这话是五 K 杀你的 MVP as usual。然后顺便的话再做个科普啊，刚才的话为什么说金红不要点的啊？因为咱们电锯的击突了会被这个金红的定身给相互抵消掉，知道吧？啊，就导致你甩个飞天师啊，就很傻逼。所以说话这种队友啊，就是傻逼啊，没话说。嗯，啊，无内鬼，啊，对，电锯仔种。说说不选南瓜啊，咱们什么都选。猛猛锯，我操！又单六啊，有这个必要吗？不看行吧？还有僵尸啊，还有僵尸。哦呀，又见的菊花刀有说法的啊！但是你还真别说啊，别的梦啊，他变，你他妈这么去送是吧？憨皮单六啊！傻逼真的是啊，烦死！看电影去吧啊，当电影啊。但是话这个连到的右键啊，狙击之后的话是可以秒失的啊。不然现在的话就只能玩玩左键了。这个玩法好像上强度了啊，来这种好多这种南瓜啊，来电锯南瓜，甩老子脸上你他妈的真是啊！别跑，你给弄的哟！哇，看斜坡接地啊，接地别跑别跑，粘住锯，锯到死啊！那个箱子，哎，管道里面有真事啊！我们就那么会会啊！哎，你看到哪个女人？咱们就把紫色的士气，我操，太他妈恐怖了！哎，被巨妖刀给戳死了！我，这他妈都躲起来了！我操，好像躲在管道里面，好像也不在管道里面啊，不知道在哪。还有一只啊，别都被秒完了。哎，好像抓到一个啊，怎么又在踢人呀？啊，他这么玩不起的。但是话，这个踢人票是金币可以购买，知道吧？而且每天的话没有 ，what the fuck， 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哪里把南瓜的气息？
大奶沙，还有南瓜，南瓜，南瓜的气息真是顺着扣啊，兄弟们啊！哇，这么好抓的吗？那个时候啊，我都快记不清楚了，我操！啊，这他妈真的是自瞄武器、减速武器，全他妈毒瘤罩，毒瘤！你看，你看，我操！哎，比正常多米尼克，多米尼克啊！只需要一支 KD 芭比啊，就可以扭转战局，知道吧？这搭配好好笑，我操啊！妈的，兽主开着灯啊！我他妈又来了！哦，前面两个小斑比呢，两个小斑比啊！哦哦，哎，秒秒秒，哎，秒不掉进化，打死一个！哎，钩子，哎不对，没有钩子雷呀、啊！电锯秒一个，好的，我们往后站一点，往后站一点啊！哦哦哦，你在秒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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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别别，你别你别别秒，别秒，别秒，别秒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走走走！我操！他妈的，紫色设计还是有点恐怖的啊！咱们赶紧去回点血吧！我靠！哦，但是啊，貌似还那个回血的话是要站着才能回，知道吧？一边走路的话，一边是回血是回不了的。后面他出了那个 DNA 系统了，啊，全他妈是大飞玩家，哎呀，干嘛呀？快点上去啊，这大飞！啊，他们卡了个小斑比呢，我操！还破不掉呀！哎，还是他妈是我来啊！啊，有个圣地 AK 啊！我靠！对了嘛啊！蹲跳蹲跳啊啊！你看你看你看啊！还得是卡霸管用，知道吧？啊，喜欢蹲管道啊，直接破掉啊！这玩意是九回干的 MVP as usual。那还打了第一名啊，135分，谢谢收看啊。而且的话你们可以看一下啊，曾经的话这个游戏等级啊是和这个军衔挂钩的啊。你看像我的对吧啊，大元帅啊，我觉得是最帅的图标军衔没有之一。后面的话因为一些原因啊也被和谐掉了。